女生选择运动服，第一个非常重要、非常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它一定要好看，它一定要美丽，它一定要时尚，而且它一定要让我们穿起来身材非常的好。那这个呢，就是第一呢，要很修身。我觉得这个布料呢，它是有剪裁上面呢，会有很多的技巧跟很多的细节。那在这个部分呢 ，Molly Fix 呢，会让我觉得非常惊艳的部分就是，我们先讲 legging 好了。那我穿上 legging 第一瞬间呢，我就觉得说，哇，这个材质也太舒服了吧！它的亲肤性、透气性，还有它的细致感都非常好。然后再来呢，穿上去之后呢，我就觉得我的小腹瞬间变小了，因为它的剪裁的这个弹力的这个区块，它其实做得非常的好，你不会觉得它很紧绷。可是呢，你又会觉得整个身形呢非常有安全感。那再加上呢，我们女生当然希望运动的时候要有一个翘臀，那它在整个翘臀的这个线的支撑性呢也非常的好。所以我觉得穿上 Molly Fix 呢，你马上可以感觉到你就是立刻想要出去奔跑了，你觉得身材太好了，我一定要就是让大家都可以看到我的好身材。那再来呢，我觉得就是它的运动内衣，的运动内衣呢，它的支撑性非常的好，它的包覆性也很强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，你就是很有安全感。那透气性跟这个所有的设计感，那当然都不用说了。所以我觉得是整体穿搭起来，还有它的色系的搭配上，就是很时尚。我可以推荐大家 Molly Fix 的一个 Homie Bra。那 Homie Bra 呢是，你不仅是可以在运动，可能你这个休闲的时候也可以穿，日常的时候也可以穿。那你在穿起来的时候，它整体的支撑性跟包覆性都非常的好，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日常的内衣，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点。